此际，辽宁会所成立环保站，不只是自己落实，这一天特地来到社区做邀约。每位志工都是最好的导览员，介绍如何资源再回收，并且亲手送上手绢，立刻得到回响。 能做好事，大家都有兴趣。走过街就是环保站。在学校教书的卫星带着儿子来参加，希望有一天学生们也都能够来尽份心力。我感觉应该全民来动员起来，特别是从小儿抓起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一直大学。爱地球很简单，一。 在武汉，环保茶会社区居民同样很捧场。虽然突然下起大雨来，想了解环保的民众依旧不散。转移到室内，天天都做环保的老菩萨史金玉更是做了最好的见证。你走瓷器就是打牌呀，打扑克牌呀，打麻将呀。我来参加瓷器，我就不打牌了。 把时间运用在利益众生的事情上，长者都能有所用，社区里的感情会更加热络。大安新闻，张善美志工综合报道。